莎以一个女神的洋装，现在华丽的走上舞台，非常漂亮。瑞莎，我们先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和你的粉丝们打一下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莎，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来找我们。哇，瑞莎真的是太美了！我记得我上一次看到瑞莎的时候，你是八个月的身孕。八个月，对不对？就怀孕八个月。是，现在女儿已经两个多月了。现在已经两个多月，可是我觉得看到你，我很难想象你已经是一个宝宝的妈妈了耶。其实我也有一点难想象。累不会很辛苦，因为其实我每天很快乐看到我的小孩，他很可爱，然后就像小天使这样。所以当然是很幸福很快乐，但是时间有变少是真的，是就比较没有时间出门按摩或者出门去放松一下。妈妈也有搬到台湾帮我，我老公也一直帮我看小孩，就我们一起全家看小孩。那全家都瘦了，全家都瘦了，没错，是每天抱着他都会觉得哇，好像手背越来越酸，因为他的体重一直会增加。对，那像婆婆公公，我觉得真的可以送给他们一个太空的按摩椅。对，因为他们其实也是工作很辛苦，然后也会帮我们看小孩，他们比我辛苦多了。瑞莎说，她完全恢复了健康体态的大功臣就是 Lifestyle 莱斯达太空按摩椅。请大家等一下，一定也要有时间就来体验看看。最出色的太空按摩椅，最出色也好棒哦！但是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字，你看现在瑞莎姐姐怎么样？最出色的。对，很重力的状态，不要紧张的。瑞莎自己在家平常也就是呈现这个状态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是不是有了这一台以后，瑞莎在家也不用帮老公按摩了？是的，就自己按。